弟兄们啊，走啊走啊，弟兄们啊，走啊走啊，弟兄们啊，走啊走啊，弟兄们走。哪一个也不要落后，落后就要被爱走，永世不见日头。一窝蜂向着来的路上走，哪一个也不要落后，落后就要被爱走，永世不见日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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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过黎明，赶不上决战的时候。一窝蜂向着来的路上走，哪一个也不要回头，回头就要错过黎明，赶不上决战的时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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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这吧，北条君，你好。那件事情怎么样了？没有消息啊，几乎查遍了所有的户口底本，都没有下落。那就拜托了，希望再尽一把力。放心吧，一查到下落，即使是死了，也要想办法通知你。谢谢。陶鼎君，啊，请，请，刚才那位军官来查什么人呢？是查他的未婚妻，据说在一次大地震中失踪了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叫石川玉菊。石川玉菊。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名字。哦，你能记起来吗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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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对不起，哎呀啊，对不起，哎呀哎呀，有照片吗？啊啊，对，你把他的照片拿出来。啊，谁的照片？石川玉菊的，好像有一张。嗯，快点。是这张吗？啊，就是他。拿来吧。快点拿来。哎，你看。啊，如果你能找到的话，请告诉我们，好通知北条君，他很着急呢。放心吧。我会把人交到他手里的。
到底在哪里呀？家烧煤，烧煤，不错、啊。你要娶我？不错，我就是要娶你。哦、你慢慢做梦去吧。玉菊，玉菊，玉菊，你放开我！你别过来！别这样！别过来！你听我说，玉菊，玉菊，我是真心的。别过来！你。啊哎呀！你放下我！放下我！你要是再动，我就掉水里了。你真的喜欢我？那当然，我真的喜欢你。那你喜欢我什么？你什么我都喜欢，特别是那双腿。我不信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因为你是个好姑娘，我想我如果娶了你，我会很好的待你，你也不用辛苦的走路，我就像现在这样永远的抱着你，永远的像现在这样。我真的那么好吗？嗯，好，那你就抱着我吧。不过光这么抱着可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得亲我一下。你好，你亲我一下，我就走一步。石川玉菊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先生，先生，这是那边的先生给你的。
这个月的账目你快看看吧。哎呀，这个月我的收入这么多，石川郡局这个没腿的娘们给我赚了这么多的钱，真是太好了，好极了。不，你不要走，你长得可真美呀、啊！来，我给你添添彩啊！来。对不起，请问在这里跳舞的有一个叫石川玉菊的吗？哎，不错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见见他。不行，他还要跳舞呢，任何人都不许打扰他，不许打扰他。哎，你真美。对不起。来人了，你们两个快给我跟着他去，不许让他闹事，不许让他闹事，快去，去呀，快去。你们见过没有腿的舞女吗？啊，她简直是太性感了啊！这样刺激的节目，我相信诸位不会为花钱而后悔吧？起！啊，真起来了！猝不及防钻进我的心肠，说什么海枯石烂，说什么天荒地老，你欠下我的究竟有多少，你欠下我究竟有多少，你欠下我的究竟有多少，你欠下我的究竟有多少。你欠下我的究竟玉菊，石川玉菊，玉菊，石川玉菊，快点，玉菊，北条君，不演了，啊。
一举！太不像话了！一举！一条举！一举！我们要看军武！我的腿！我的腿！我的腿不能动了！各位，请安静下来啊！这只是一个偶然的事故嘛！哎，大家不要走！一举！一举！一条举！今天这叫什么节目啊？这么扫大家的兴啊！赶快把那个舞女给我撵走，不然用不着你来说，我已经让人把她给轰出去了。我不留白吃饭的人。她不是给你赚了很多钱吗？啊，她全靠没有两条腿跳舞来刺激观众。不过她的腿伤发作的是越来越频繁了，现在她的腿彻底废了，没有用了。我当然会像扔一条狗那样的把她给扔出去了。去你妈的！你。他走了没有？不要！不要扔我！我的腿会好的，我会挣钱。去你妈的！只要给我半只就行。你已经没有用了。不要扔我！这假这也不值几个钱。哎，你爬着走吧，走，不管他了，走。我想帮助你。玉菊，玉菊，玉菊，见他怎么样？不要，不要！玉菊，不要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。开车。先生，您回来了。啊，这个女人怎么没有腿啊？你再提到她的腿，我就宰了你！快准备给她换衣服，拿枕头。
不是我，是他。拿来，滚出去。韩毅，看什么看？滚进去！喝吧。刚才得罪了，实在对不起。我什么也没听见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是陶静君的家，是他把你救回来的。小姐，你……我叫石川玉菊。啊，我叫天道空子，是陶静家的佣人。麻烦你了。看你说的。玉菊小姐，你没有家吗？没有。那你男人呢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别哭啊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男人抛弃了我，我们还没有结婚。上次大地震的时候，我失去了全家人，还有我的双腿。当我去他家投靠时，是他父亲把我赶了出来。那他呢？他没见我，不知是他不愿意见我，还是……太可怜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在哪儿呢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驾！驾！这马是停靠哨了。回回来！哟，玉，快走！快，混蛋，快走！哎呀！怎么了？我受不了了！哎呀，我去他妈的！习惯就好了。条鲤鱼，
亲，来，来，过来。停住！妈的！林静，北条教官怎么了？教官今天不高兴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今天有人掉队，而且是骑马。笑什么？驻军，都会唱《满洲之那歌》吧？会。我要前去，你也去，向向日本无声息，隔海彼岸是满洲，壮阔的期待我。真笑话，满洲怎么会变成日本人的故乡了？听他们下面讲些什么。今天我们讲满洲。讲满洲，先讲支那，因为满洲是支那的附属地区。讲支那就要讲支那士兵。这就是支那士兵。支那士兵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大烟枪。支那士兵戴草帽，穿草鞋，抽大烟，人称双枪将。他们很愚昧，怕死，战斗力低下。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一个可以顶他们好几个。就是啊，可不是嘛，可不是。哎，就他们这样啊，看看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他们这样，真不行。我是说他们。下面我们讲满洲。今天在这间教室里的是满洲军官，而不是支那军人。满洲和支那是同文同种，但不是一回事。虽然他们关系密切，但满洲是满洲，支那是支那。陶晋教官，你说的不对，满洲是中国的。对，这是在日本，我说的是我们日本人的观点。在我们日本人看来，满洲是满洲，支那是支那，绝不能混为一谈。至于你们满洲人嘛，承不承认是支那的殖民地，这我们不管。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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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洲也有军人，正像大家看到的，他们四人也穿着所谓的军装，看起来也像军人。也像军人呐。如果我们大日本帝国
还承认他们也算军队的话，他们就是满洲张作霖的私人军队。张作霖是满洲的马贼，张学良是马贼的儿子。您不能这么说。对对对，不能这么说。坐下。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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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作霖是靠日本人才有今天的，我们日本人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？你也去，我也去，大家都做马贼去。这就是流传在满洲的一支歌，满洲人都愿意做马贼。满洲军队就是马贼的军队。满洲军队和支那军队一样，没有纪律，战斗力低下。满洲的军人是世界上最差的军人。我很遗憾，竟然有人选送满洲军人来军校，真是白痴。不过他们既然来了，也可作为满洲军人的标本，大家可以看看嘛。啊哎，就这模样啊。下面我们讲对满洲军队的战术。作为假想的敌人，军靖难、黑虎、龙翔新、阿丹，你们站起来。你们出去。嗯，这为什么？这关系到大日本陆军的机密。出去。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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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给你们，可怜可怜你们，给。哎，不要这么多，你不要这么多，你说了算呢。哎，你怎么会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哎，好的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，军队的战术，再念一遍。战术的第一部分是，你这个记着。第一部分是，教官，是谁给你们的笔记？哦，知道了。你们已经够便宜了，满洲人和支那人一样，都是胆小怕事。我看你们还是躲到一边上去吧。啊，怕事？头顶教官，我看你是不认识我们。把他放开，放开！这事跟他无关，是我偷他的笔记。偷他的笔记？哦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说过，不准你们听课。你为什么要偷笔记啊？哼，你讲的题目是日本军对满洲军队的战术，那么就以我们东北军为假想敌了。不错，可这与你偷笔记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东北军，能不想知道日本人怎么样对付我们吗？将来好在东北的战场上对付你们。哼，如果我要不是在这里留学，对这样的情报，我不但会偷，会抢，还会杀人。哦，你难道不知道学校对这种事情是要处分的吗？当然知道。还有谁参与了？我们都参与了。都参与了。本来我也没想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，这次好，四个人一起都站出来了。好，那就四个人一起发。再练一百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Mm-hmm.
金靖南，我知道你和这事儿没关系，何苦替黑虎受罚呢？陶景教官，你总是搞错。中国人讲究忠义，已经是几千年的事儿了，我也不能破坏了规矩。那你就接着练吧。哼，龙翔心，你肯定是受牵连的，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啊。其实这件事是我主谋的，你让我回去是不是说这件事就这样算了？好吧，我去告诉他们。哎，我说的是你，跟他们没关系。这事儿我定不了，你跟他们说吧。阿丹，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？你不想带人受过吧？啊，陶景教官，你想啊，一个人出主意，一个人找目标，一个人投笔记，一个人抄笔记，我们四个人缺了谁能行啊？你把我们四个人罚得太对了，对，罚得对。练，再给我练200次。陶景教官，他们既然是来留学的，应该允许他们学习。你因为这点小事处罚他们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来命令我吗？这件事由我全权处理。我命令你们再练200次。你就是因为我吗？我恨你。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你看的。坐。以为我连累了你们？别这么说。笔记内容记下来了吗？记住了。这就值了。换了谁也会这么做的。做我。